我们家基本上每天都没有出门，但是还是很勤。那阿伯就蛮优质的那个发展的机构。我爸已经病了好多天了，症状比我的要严重的多，跟我一开始是一模一样，就是喉咙没像跟其他人一样有很多痰，说不出话。那怎么？然后他就喉咙疼、发烧、呕吐。熱38度。干咳。乾いた咳が出てるみたいです。我爸昨天去了医院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医院治这个病比较钱的原因，医生说我们是中度感染，就是不能住院，也不能在医院里面打针，只能自己回家治疗，自己回家隔离治疗。然后就告诉我们买电话请问教堂，我们就自己买了这个药在家里面喝。然后昨天晚上。我应该是昨天或者前天感染上了，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就那种感觉，整个被子里面都是火一样，我感觉已经烧到了40度，就是那个手的皮子在被子里面，感觉就像是火在那里烧一样，非常难受。我爸爸昨天怎么扛过来？然后我和我爸爸现在都得了这个病，我妈妈症状比较轻微，然后每天负责在家里面，又是消毒又是做卫生又是做饭做菜，希望都是我们家人平安的过去。大家在家里面一定要多多的加强锻炼，你看我们都没有出门，一样是全家感染上了这个病。大家要是真的病了，就别去医院，医院他不收，只能说我们这种中度或者低度患者不收，他可能只会收那种重度患者。大家注意身体健康，在家多多运动锻炼一下。我也根本就没有想到每天待在家里，以为能够平安度过这一次疾病，结果每天在家里，还是一样被传染了。